为公司牺牲，注定是收支不平衡的债。这不是表达打鼓来啊！挑战强权制度，预咗要为正义透支未来。지금우리가누구를믿을수있겠어요？只有佢计得掂呢盘咁恶啃嘅数。한돈만해먹는다그래야지들도신고를못해事关他出晒名比大恶更加比黑帮更烂이새끼가진짜오냐오냐해주니까혼자씹어보면뭐냐앞으로무슨짓을저지르는지지켜볼거예요金科长亚冠星台自选服务紧贴韩国让你一起清算罪行괜찮아요